Hello， 你哋好，我叫 Winnie， 我係嚟自香港嘅。咁我六年前嚟到倫喺香港嚟到倫敦啦。咁係讀 business 嘅，跟住咧留低咗之後就試過教廣東話啦，又試過教普通話。咁所以其實我本身咧對語言已經有興趣噶啦。跟住兩年前咧我就生咗小朋友，咁咧跟住就啟發咗我去設計呢一個系列啦。咁咧呢個系列就叫 One Dear World， 咁我就希望咧係藉此去介紹多元文化啦，同埋令到小朋友可以認識唔同地方嘅文化。